么盲仔的孩子已经满半岁了，他是今2023年7月6号出生的，雄性个体，出生体重是191克，现在呢是13.6千克左右。目前生长状况良好，是由盲仔妈妈带着他，他的那个各方面的生理指标都是比较正常的。现在给他取了名字，大家知道了，叫盲灿灿，是由我们广大网友朋友在网上经过几个月的那个征名投票，最终审议选定了这个盲灿灿的名字。盲灿灿呢，寓意美好，还有他和前面他那个哥哥姐姐啊，叫就是星辰大海以及星辰灿烂，是一个连续性的寓意，很美好的一个意思。